Welcome to ITU Telecom World 2018 here in Durban, South Africa, where I'm very pleased to be joined in the studio today by Mr. Hua Yang, who i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TDIA. Mr. Yang, welcome to the studio. I'd like to start off by asking you, what does smart digital development mean to you, and how is TDIA working towards it? 智慧数字对我们来说，我认为就是未来智慧数字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那么未来随着这个智慧数字的发展，像数字医疗、智慧城市、智慧交通，这个等等这些方面都会使得这个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向数字社会发展。那么数字社会在这些信息技术的支撑下，那么会使得人们的生活、工作更加便捷、更加方便。 那么这也是ITU这么多年来持续推动电信技术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么使得我们从简单的话音到数字的一些媒体到这个影音的变化，到了今天我们即将进入到一个数字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作为 TDIA 是电信领域里边的一个行业组织， 那么在前期一直致力于移动通讯一代一代的技术的发展，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觉得从4G开始，我们就具备了向智能数字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此，这些年我们更大的力量，除了在本身推动移动通讯从4G向5G发展的同时，我们在致力于将移动通讯技术与各个垂直行业相结合，也就是 使得移动通讯能够成为这个未来数字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的设施。那么在推动移动通讯和行业的融合，使得相互间能够有认识，并且行业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能够深度融合以后产生新的业态，来推动整个数字社会的发展。 And what is the role of 5G in smart digital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Africa? 那么在未来智慧数字发展过程中呢， 5G会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因为在未来数字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有相当多的信息技术，像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这些技术都将会陆续应用到各个行业当中。但是这些技术的使用， 它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条件， 就是5G的网络， 因为这个5G的网络能够更快， 时间更短，能够接入量更大，所以它就能够支持未来万物互联和各种控制类的这种应用的发展，能够促成这个数字社会的真正的形成，也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未来5G就像这个我们当今的高速公路一样，它成为你各种技术使用和各种应用的一个载体。所以在这个 未来的这个5G的发展过程中，它会是伴随着在本身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和行业和各种信息技术相融合，那么为整个全社会的各个行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基础设施。 And how can 5G networks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of spectrum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the huge increase in data traffic? 那么现在在这个5G的发展过程中呢， 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频谱就是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这个频谱现在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那么在频谱的规划上面呢，是不尽一致的。那么5G是要向面向这个全社会应用的，因此这个它的使用将会是使得人， 它不但是在一个国度，在不同的国度，它可能用同一个业务的时候，如果是同一个频段，那它会更加便捷。因此，这个5G的频谱规划既要是带来全球的统一的挑战，同时也带来要给提供更大的带宽，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速率更加提高。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速率怎么样进一步通过技术的手段 来进一步提高它的速率和降低它的时延。所以这个呢，我们在ITU的统一的规划下，我们这个也在中国在积极推动
5G 的一些新型的技术 像超密集的组网啊 这个大规模的阵列天线啊 新型的多指啊 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 使得这个5G的速率能够进一步提升 第三个就是 这个5G网络建设的成本 那么一个好的技术 如果不能够变成一个 这个具有非常好的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 那么很难支撑大规模的这个使用 因此呢 在这方面 我们现在在研究5G技术应用的同时 同时在推动它产品的成本的降低 并且研究各种不同的未来不同应用场景 怎么样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来提供更好的这个应用服务 所以这三个方面 我认为 未来是5G发展的快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因素 And finally, what is the value for you of attending events such as ITU Telecom World 2018 here in Durban? 那么我们每次参加这个ITU的活动都会得到很多启发 因为一方面 ITU组织全球的这个专家共同来探讨未来发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交流当中 会使我们得到很多启发，像刚才我们在参加这个频谱和技术的这个研讨会，那个上面很多专家对于未来频谱的发展都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并且在技术如何从3G和4G向5G演进 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些呢都使我们得到很好的启发， 便于我们在推动向5G发展过程中能够形成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同时我们这次会议是在这个南非这个开，那么非洲呢是相比较而言呢，就是是地域广袤，那么人口也比较众多，尤其是年轻人的比例非常高。那同时它在这个移动通信的发展过程中呢，那么它目前相对而言呢， 它4G的发展这个相比亚洲和欧洲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呢 它未来在5G的发展 以及在这个未来这个智慧数字的发展过程中呢，这个非洲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具有非常好的前景的市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尤其是年轻人众多。那么年轻人是未来智慧数字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所以未来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智慧数字能够在非洲生根开花。 Mr. Huang Yang,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